大家好，我是吕蔡宇伦。以新秀的身份登上台皮英雄的 YouTube 频道，大聊备战生涯首个赛季的心情。没想到短短不到三个月，吕蔡宇伦有了新身份。大大的金色77号，你没看错，吕蔡宇伦身上穿的是桃园永丰云豹的球衣，照片上还写着大大的 Welcome， 在云豹的脸书上标注新兵报道。原来吕蔡宇伦在本季联盟同意下，以借将的方式转到同一联盟的云豹效力5个月，要跟魔兽当队友。I just want to say thank you to all the fans here in Taiwan who voted for me and the rest of my teammates。虽然有些球迷乐观其成，但也有球迷不买单，留言炮轰帮别队练新球员还可以用借的哦。更有人大算那霍华德要不要借钢铁人。云豹发声明表示，经过 T1 联盟审核同意，用借将的方式补强锋线好手，期待他为球队增添更多火力支援。台皮也强调，希望透过借将的方式给予吕蔡更多磨练的机会，转队后将跟魔兽并肩。而另一个联盟魔兽的 NBA 前队友也来势汹汹。那这个0+7就是代表24号到21号，我必须要保持安全社交距离。林书豪自己抛出影片说，已经买到这周六机票抵台，不过7天的自主管理期间不能练习比赛。11号钢铁人主场对上新北国王，本来预期会有兄弟大战，但碍于防疫规定时间还没到，无法上场。12号钢铁人主场对上梦想家，可能会是最快上场时机。有豪哥，还有魔兽前 NBA 球星在台湾篮坛两大联盟称霸，也让比赛还没登场就充满话题。TVBS 新闻李国忠、韦佳琪台北采访。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。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。